我要一个人独做，你得听我的，不要老自己会功夫。嗯，见到杏花龙的人就打。要养那种人才有用，还是拳脚有用啊，可以靠它打天下。 谁不知道您是老板面前的红人？你看过现在是什么样子？现在你只不过是一条狗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